安喽，你们的铁强。第二强结束，好像发生过这一幕，这三天。一次马拉松，超级马拉松。你知道我怎么样知道他们能看到我吗？我就从这个镜子的反光上面，然后反到我的脸，他们就看得到我。中秋在花前，这文章令人温暖入胸。晚安喽，晚安。今天的感觉还是淋漓尽致。东方先着，而他有他的规则。高飞高歌，就会被毁灭残破。这到底难不捉的结果？到三，到底数到几？应该是三二一嘛，像真的一样。看台的声音都那么好。那天大家看到我的那个手机屏幕了，是不是？那天我找那张图的时候没找到，我本来想把那张放进去，但是都知道了，我再放进其他的。我的肺活量现在非常厉害，我估计我那个在唱逆战和着魔的时候，那个心跳是这样的，这么快。杰哥，这个是微博发起的七夕像素挂饰活动，是歌迷一起完成的礼物。金额还是很可爱啊，伞下有你，看着这个写可能写得更好。我们来写一个寄给开往1982。七六八六不离福州。福州。三天的福州。